近日，北京网友上官雪儿拍到了一只小鸟吞下比自己脸还大的蝴蝶，登上热搜。那么这是一只什么鸟呢？其实，在国内，除了新疆、西藏、青海和内蒙古外，它在大部分地区都很常见。它栖息于中低海拔的树木中，棕灰色的羽毛像树干一样，成为它的隐身衣。因此，它或许就在你周围，只是不在你视线的盲区。让我们参考中国鸟类观察手册，它是一只北灰鸫。如果你留意到北灰鸫的鹦鹉女，你就知道它们是捕飞虫的能手，突然起飞，空中捕猎。它拥有伴着金属的叶子。当然，会飞虫子的不止北灰鸫一种。让我们来见证几种鸟儿升空飞翔的场面吧。